2000要2300了，感觉爬分效率还是挺高的。哪里高啊？耶、yeah! ！对抗是对的，正常跑拼速度赢不了他，对抗才是对的选择。太神啦，阿豹！这一张我要赢下来，刚才输这一张，输惨。哎、欸，想干嘛？想锁内线啊！啊，被我钻过去了。哎、欸，再来一个啊！漂亮，安稳的通过这个矿车，抵达终点。太神了，阿豹！但是我可以跑日本吗？哎、欸，日本是不是很短啊？1分40秒可以跑完，那一圈大概是40，那其实跟澳洲差不多啊。可以啊，我跑一场日本，我等一下再换回澳洲。34秒，我这么快啊？集气这么快的吗？嗯还有后面还是没人，这图有点不熟练了。我追一个弯应该就熟了。耶！我去拿喝的，等我一下。我怎么遇到队友啊，绿改哥？哎，不对，不是绿改哥，绿改哥是那个90后，这个是
这个是林中鸟。HDIT 最高的48 500只是我个人习惯，它其实是没有用的。对，但我自己心里比较安定了。反正你调48跟调500是一样的，那你干嘛不调500？反正是一样的功能，你看哪个数字顺眼就调哪个。忘了换图了。继续尾流啊！好，被吸掉了。啊，没了。比你这招赢下来，哎呦，他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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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赢不了，输啦！手败，啊，输给自己的队友，哇，2300了，二败没有，第一败输给外挂那个不算啊，还是输给外挂也算，到底算不算？感觉要被夹了，先躲一下。可以了，这把我的。这把我的啦。外挂也是人啊，外挂父母养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好好，那我已经两败了。对啊，还有雨梦三败，好烂哦。既然是这图台服还有人选。快速出弯，哎呦，CW， 耶！2310前进2300，太神啦！阿爆，应该都可以。冰月，
单手三千不是梦，没有错啦。我本来想说用板车上三千，可是感觉板车这梗已经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做一个别人做不了的，然后想一想，单手好像别人不太行，那就弄这个。嘿嘿，这在唱戏啊，在地上打要干嘛？压在地上打。想要在包厢里痴痴来痴痴，耶！这样还好啦，单手我本来也以为单手很累，可是我后来想一想，单手就好吧，就试一次，反正也不常单手。就现在跑起来比我想象中好了，就是现在手还不会酸，跑了一个小时了，手现在还不会酸。嘴巴能做几步，你们完蛋了。穿海滩裤上三千分，这样海滩裤惹到你了是不是 ？NG 穿搭是不是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我的 No Live 直播时间从这个月开始正式改为八点到十一点喽，日期则是一样为每周的一、三、五、六啊。大家要牢记直播时间哦，记得来 No Live 找我玩哦。